嘉义市政府日前举办国际管乐节开幕采节活动，虽然寒流报道现场落着小雨，嘉义女中管乐队整齐的动作吸引真侪民众来欣赏。采节活动邀请到国内外43支乐队参加演出，表演团体和民众唔惊风雨，大家穿着雨衫，提着雨伞，用音乐的热情拍赢冷冻的天气。活动开幕之前，由嘉义高中管乐队演奏精彩歌曲《热烈滚滚的嘉义市》，并由嘉义市副市长陈淑辉宣告活动正式开始。在嘉义市上热烈的喷水医院和中山路两边客满来欣赏的人潮，嘉义市政府估计有3000多名学生演出，上万名甲迷对全台各地来参加。来自全国内外，包括日本、印尼的国内外的顶尖的乐团进行。我们今天即将启动的管乐嘉年华，那么我们超过了3000名的管乐好手呢，进行精彩的演出。我们将有超过80场室内、室外的音乐会、演唱会，在城市里面各角落进行。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抽空来嘉义市听管乐。玩家意43支管乐队对中山路一路行到嘉义市体育场，暗时由摇滚歌手500和嘉义市在地学校的学生做伙合作，演出真侪经典歌曲。嘉义市市长王明辉马上变成乐迷，随着音乐来跳舞。三，就我刚刚有跟你一起跳。谢谢，我可以跟你分享吗？偶像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，今年刚好来到30周年。虽然现场天气无啥理想，不过国内外乐队精彩的演出实在让人佩服，民众热情的参与也让活动更加圆满。记者邱淑胜采访报道。